这里真是别致啊。是啊。好，好，好。今天的寿宴，青青还满意吧？满意。犹记当年，陛下为妾庆生辰，王府周遭的数条街都以彩灯装饰。到了夜里，亮如白昼。嗯，朕还请了京城里最好的夜师，让整个王府绕梁三日。可是后来啊，御史台参了一本，说奢靡之风不可长。红颜是容色，青春今盛年。那时的妾正值青春妙龄，陛下亦是百般宠爱。卿现在是母仪天下，风采依旧，丝毫不减当年。陛下可真会哄人，妾差一点就信了。哎呀，试试看看太子殿下的后宫，才知道什么叫做青春不在。真好看，犹如现实的画卷一般，该叫五郎画下来。五郎近来事多，怕是再不到功夫了。有的是人帮他，他那个性子也只会坐享其成。青青，你真的要走了吗？阿良舍不得五哥呀，五哥也不想走。五哥想留下来，陪阿良读书、写字、画画。五哥也不必难过，终有一日，阿良也是要走的。不过，得等我有了王妃之后。那阿良以后想求什么样的王妃啊？像他那般模样吗？既然要不用口齿殿下，放心，五哥没有那么长舌。五哥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我也喜欢他的样子。走。殿下，这几位你们大约不曾见过。张良娣、周良娣，这位是顾才人，都是一家人，两位小叔也不必多礼了。五弟应该认得顾才人吧？自然认得，但是恐怕不及六弟印象深刻。阿良一心想见嫂嫂，可又怕三哥责罚。三哥没有那么小气，好生与你嫂嫂说话吧。这才是一家人的模样。是啊，要是一直都能这样该多好啊。所以说，便是帝王之家，也不可能事事尽如人意。